老弟老弟，大伯大伯，网红了，老弟刚打的绷带，我烦死了。你给把枪给我，忘记他，你把这698K、你先玩一下。你做梦。你无法看透我的真实面貌。可以，我操，被我给抢到了他那个8块。我可以先2级。我帮你推线吧，不需要。我是。这原先很想杀我，这他妈这什么回血啊？这猴子，我 A 一下他回这么多血，我 A 一下他回这么多血。视野了，还有小龙是我们的，我就很怕小龙又是他们的。没事，我好怕丢龙，我只要对面控了3条龙、4条龙就会急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会慌，真的。跟着去叠杀人界，不要小看了杀人界，能混一个助攻是一个助攻，能混一个助攻是一个助攻。近视下我破个门的力量 OK。 我看
来这边闪现。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。GG。我没血了。打了，我操，这波我们这个配合的太好了，这辅助大招，这老鼠伤害再加上我这两炮，我操，直接就是五成了。哎，真的是搞基搞毛的，这波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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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毛！完了。我操！节外生枝。对面有三条小龙，对面队友就不慌了。我每次看到对面三个条小龙，我就很慌。德莱文现在很肥啊。是吧？还行 ，A 死了，我操！我没把风女给射死，对不起。我这波有问题，小龙也得是我们，是不是？小龙啊！好黑，完了，黑死了，这不。牛逼！我怎么这就这么牛逼呢？我操！
传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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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，这把应该是我 MVP 吧。Nice， 20。